Thank you.
Ha ha ha!
Ring, ring,
Thank you.
灵灵之术，阵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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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灵之术，
难得这么多朋友，今天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多酒杯，还有这么大一坛酒？<笑>简单来说，希望大家可以共醉一场，增进感情啊！你自己爱喝也就罢了，怎么可以把大家也都拖来啊？ 我不太喜欢酒。如果只是偶尔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哎，姑娘此言差矣，酒能陶冶性情，增进彼此之间的默契，可谓好处多多呀。人家说酒后吐真言，没准儿你能听到些什么有趣的事情，也不一定。是啊，阿乔。 酒的好处是很多的。好吧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啊。姑娘爽快，今日大家共醉一回。在喝酒之前，在下有话想说。多谢各位一路上的照应，在下内心十分感激。今天借白叔美酒。 在此致上谢意，凤玉先饮一杯。好，好，根本就是酒瘾发作了吧？好酒，好吧，那就喝一些。 陈年果酒的味道如何？可以。怎么昏昏的？不是吧？这才一杯啊！估计。 痛快，轮到我们敬白叔一杯。不，不行了。好，好，我休息一会儿。看不出来。 木易姑娘竟然如此未婚，她不是才说不喜欢酒吗？好久没这么开心的喝酒了。是啊，遇上能畅饮的人就是痛快。<笑>哎，两位朋友，这酒后劲甚大，明天若有要事，不如咱们就幸尽于此吧。<笑>既是如此，今日且散吧，多谢白叔招待。 那么，我先去收拾收拾。<笑>一路劳顿，就让他们在此休息一会也好。木叶姑娘，我想出去走走，一起来吗？也好。 想说什么，木叶姑娘，我知道，从我跟你接玄涛集那时开始，你就一直对我抱着很大的戒心。你有你的坚持，我也有我的初衷。我们本来应该是不相干的两个人，所以你对我的怀疑，我不会怪你。先前的不解，造成这一路上。 我总是刻意对你种种刺激，但我慢慢发现到，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。凤玉，你的立场是什么？我并不想管，也不想去弄明白。
但若我们目标一致，那我将我的力量暂时借给你也没有关系。真像你的作风啊，这景色很美。因为有人吧。都醒了吗？虽然头还是有点晕。司空大哥，你也太没用了吧，一杯就倒。阿巧是两杯。各位，多谢你们。凤大哥客气了，既然同行就不要有彼此。我还是不喜欢喝酒。